十四，童心，原著树田。一天，我和我的男朋友明明来到一个公园，天气很热，我和明明一边吃着冰棍，一边在树林里慢慢散步。明明今天很高兴，手里拿着冰棍，笑着对我说：丽丽，你如果问我妈妈，明明小时候最爱吃什么？我妈妈的回答一定是冰棍儿。我小时候也喜欢吃冰棍儿。我说，我还记得那时候上街，只要看见冰棍儿香，我就不走了，要妈妈给我买冰棍儿。后来妈妈也很奇怪，妈妈说，明明的肚子是不是变成冰箱了？你真馋。我说，馋是馋。有一次我买了很多冰棍儿，为了不让妈妈看见，我把那些冰棍儿偷偷地装在我的口袋里，准备回家后给我的小朋友们吃。那时候我爸爸妈妈都有工作，家里的钱也多一些，可是很多小朋友的家里只有爸爸工作，妈妈不工作，家里的钱比较少，他们很少吃冰棍。我把冰棍装在口袋里是想带给他们，让他们也能吃到冰棍。可是等我找到小朋友们的时候，你猜猜我口袋里的冰棍怎么样了？我的口袋湿了，只有带水的棍儿，没有冰，冰都变成水了。哈哈哈哈，我们都笑了。是啊，那时的明明是多么天真可爱呀。明明走过一座假山，又买了两只冰棍儿，给我吃一只，他吃一只。突然，我们听到假山那边有一个小孩的哭声，我们走过去，看见一个小女孩在哭着找她的妈妈。我走过去跟她说，姐姐给你买冰棍去好不好？小女孩马上就不哭了。这时明明已经拿着一只绿色的水果冰棍走过来了，她笑着把冰棍给了小女孩。小女孩接过绿色的冰棍，甜甜地笑了。看来小孩都喜欢吃冰棍儿。然后我和明明就带着小女孩去找她的妈妈了。